新妈管他妈就在跟我机关干过，人多话就多对刀。啊，前面我看这也是真，那是叫你看的很多的。你卖我拍破拍破，我不要做。这样子魔术，这是法术，有人叫做催眠术。现在我把它烧一张符章，我开始要吐槽，摸起来，我把它烧一张符章。OK， 我当今的多一点悲剧，这是昏醉，昏醉。现在我把这水倒这五个杯，一个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好。那么现在我把这五条抓到五个杯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有人讲是完全的十方地杯，我无方地杯，不是比赛。人多话又多，人多有人讲是。伊讲我许是行电台的啦，像你来的啦，拉伸啦，塑胶啦。那么自己刚才听的真的是假的 ？OK。那么该讲清楚，现在我要把这五条就放在这叶子里面进去啊，这不是简单的事情。我叶子现在我要大多一张图章，你在这边偷看了没？你不会讲我骗你。你看一半走掉，你不要讲我骗你，不是？你都没有看到，我一路讲人家骗人。我对这新加坡人忘记我对来的 ，OK。我的公亲做心哦，这野猪眼睛的嘞，哎，野猪不到眼睛还有嘴巴嘞。我刚刚乱讲，为什么野猪眼睛、野猪嘴巴？你讲野猪没有眼睛，我问过你哦。野猪它会生个孩子出来了，就你住过三班，你这么野猪你知道？那么这边三个洞，哪一个洞生孩子？啊，这个牙生更多的健康生出来，进去让我们讲一下洞。哎，那么现在我就住这个洞了哦，看清楚。喂 ，OK。那么这洞小小的，牙被塞破坑，牙在家进，老锯条啊，老锯条。所以也未使做下去 ，OK？ 你当今看清楚来啊！为何呢？在这坑里面，你当今看清楚，我当今也一只金鱼 ，OK？ 上等水只啦，最小的啦。啊，不能够进，可以进吗，小弟弟？他都是会知道，我讲我放进去，你相信？为什么你相信？你不要相信，你看到才相信。来，不能够进。啊，比赛的看清楚。OK， 我跟你讲清楚先哦。我在放这盒子里面，大别车的里面，下挖、未挖，我唔知呀。安全我问路人哦。进去那个巴士不会进来去来吃，有人不会老要去吃，老要去比赛吃。而且低盐好食，老要去很多油脂，那个真的受不了，就会死两个。第二，哎，我真的是我的法术，我用这嘴巴吐吹进去。我跟你讲清楚，我没有把握这五条全部进去，有时进一个，有时进两个，我进一个就算数。假如我吹不进，你看，就刚刚敲起来，那边人家跳空了。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。我有这嘴巴多大？两寸多吗？你看清楚哦。我拿那棍，这边棍，我这吹杯破，不要破的，拿这棍这样大气滚下去，不给漏血了。我们要覆盖下去。这道理多大？寸半了吗？你看我们来去的，这叫很多老饕客啊！不要讲我这样滚啊，有些你吃东西咬到就痛到半死啊！不要讲太多。你看它会动吗？会，你有时会看到金的屁股，你看金的屁股，你不要呱呱叫啊，要搬起来，不要讲太多。
看南岳洞啊。喂，你有时候看到金鱼的屁股，你看金的屁股，你不要呱呱叫啊。好。有没有洞，小姐？啊，你看清楚没？去！好。我等等我姐。去你看我帮不及的身马上变了，我的那命变颜色，为什么呢？我有东西缠在我身上，我东西丢了，原本我追求东西，我不是一个人来的。现在我追了四个对了一个阿静来跟你讲，我过来不要晒黑的相信我，那么相信我，来当我这一趴过来，不要肯定没在相信，对不？这区公平公正条，阿舅得把米票哦，你踩点门脚。啊，你明看公外仔。金刚来表，何时能相信？不能相信。有人会师傅啊，你我见面一秒钟呢 ？OK。看东西慢慢看。我这椰子，你现在在新加坡没有得买了。人家讲是我新加坡名家煮咖喱，人家煮咖喱不是这椰子，是这椰子，新加坡。我叫我开来看我，阿静好你开，我当然叫你开啊，阿是开了无去就拍伊就卖拍我，你开唔起我开，讲笑卖笑。有人讲你不要叫他开，他不敢开，为什么他不敢开？那么小个，那今天在哪里？哪里可以进去？那你在讲那么里面没有进去啊？他今天跑在哪里去呢？假如在我前面，等我跑进来，十个人啊都开。你看我越看了越把握经典，哎呀，这也有用。好 ，OK， 我有没有？有安全无去，我得叫公务去，我不是公务去，我无去，我得公务去掉。交换知识，一言话清楚，外话最微信，把清楚影响。我当今该办清楚 ，OK， 好。啊，这也清楚，有很多有。那当今看清楚来宾有偌济？是的，安尼我无骗人了。我睇到来宾有去嘞，吹讲啊，望酒看见了无？你先相信了。我看问恁两下来宾有去，真济人讲我骗人，拢卖乱乱讲嘞，等你吹歪你就知，看清楚来。有去无？啊，这也是真的，这也是假的，朋友嘛，不是像你，不是巴适。有去无？鬼话给你知影无？啊，有没有进？看我去进去吗 ？OK， 来，我可以把你票拿过来，啊。